这是石门水库啊、西周，西周旅游服务区，这个还在建，应该快好了。Thank you.
节目现场。另外呢，咱也甲关心着今仔日的天气，今仔日受到南北风的影响，啊，家人不太欢。观光，对。
间乡下啊、旧房子就是这样子。一些酒类的，里面装潢慢慢割掉。
这边有景观的啦，哎，不会太单调。哦，以前就是这样子。防疫期间，这个好像是以前好像做那个房屋的墙面一样，会种一些那个竹笋，竹子啊，那算是竹子。这边的景观啊，来看一下它的生态景观。哦，那从那边还可以走进来。算是荷花池了。哦，下面好多鱼嘞，来注意看，都黑色的。
个整个园区哦，就是大类就是这样子。干嘛的？哦，美术教室。要来有缘就来到这边看一看哈、哦，来照一照，分享给好友看。有地图吗？这个是电视新的医院分的。这个地图要。对。啊。里面还有店家的活动。这样子啊、哦，好 ，OK。对，对啊。这个可能是。假日比较有人来吧，嗯，哦，还是要有活动哦。